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今天我们将挑战你们的尝试，深入探讨中国的财富与权力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随着拼多多创始人黄崇焕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首富，却又因为悲观的利润预测而使股价暴跌，中国商业领袖的地位似乎不再那么光荣。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引发了对富豪的质疑。随着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压制，无数企业家选择低调行事，甚至逃离中国。在这个新时代，过度的财富不再是成功的象征，而是风险的代名词。从股市的下滑到国有企业的崛起，我们将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探讨中国商业界的未来走向。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欢迎收看百分号 S，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一篇来自《金融时报》的文章。这篇文章由鲁奇尔·夏尔玛撰写，题为《在中国发财不再光荣，这是危险的》。文章探讨了中国在财富积累和分配方面的现状，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社会氛围下，富豪们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章以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故事开始。黄峥在上个月一度成为中国首富，但这一头衔很快因公司悲观的盈利预期而失去。他的财富在短短24小时内大幅缩水。饮料巨头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文章指出，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特别是在国家推动共同富裕运动的背景下，企业领导人是否主动压低自己公司的市值，以避免因财富过多而受到打击。文章继续回顾了中国财富观的历史演变。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期宣布致富是光荣的，改变了毛泽东时代敌视财富创造的政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的富豪们仍面临一个隐形的上限，超过100亿美元的财富几乎成了禁区。在2000年代，几位接近这一门槛的大亨因腐败指控入狱，这些指控不一定毫无根据，但目标选择明显反映了领导层追求平等的倾向。习近平上台后，这种趋于平等的本能重新焕发。2012年起，他发起了一场反腐败运动，最初的目标是公共部门的大佬。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一度被视为下金蛋的鹅儿未受波及。然而，这种情况在2020年发生了变化。当年市场繁荣期间，中国新增了约240名亿万富翁，但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一次讲话中质疑了党的统治方向，结果遭到了严厉的打击。文章指出，从那时起，共同富裕运动开始了，镇压行动扩展到任何被认为与平等主义价值观不符的公司，变得过于富有，变得危险。调查和打压商业领袖的故事比比皆是。财富的威胁不仅限于名人和高层人士，甚至影响到了普通投资者和年轻人。许多人选择离开利润丰厚的职业或移民到国外。数据表明，自2021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走低，国有企业在市值中的占比大幅上升，达到近50%。与此对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亿万富翁数量上升了12%。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开始选择低调行事，避免出头。接下来，我们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首先，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中国政府近年来确实在努力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试图缩小贫富差距。这种政策带来了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可能有助于缓解社会不公，促进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过于激进的打压措施可能会对经济活力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私营部门和科技创新的打击尤为显著。这个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复杂，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公平分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次，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文章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财富的复杂情感。一方面，财富曾被视为成功和尊重的象征，但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过多的财富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富豪们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年轻人选择避开高风险、高回报的职业，转而追求更加稳妥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心理的转变。再次从国际视角看，文章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中国的富豪们选择低调行事，而在美国和印度，顶级富豪们则更倾向于高调展示自己的财富和成就。这种差异不仅是文化上的，也反映了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
在美国和印度，尽管也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但富豪们面临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相对较小，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去追求个人梦想和展示自己。而在中国，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对财富的约束更加严格，这使得富豪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安全。最后，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环境将继续对富豪们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共同富裕运动持续推进，私营部门和科技创新的活力可能会进一步受到抑制。这不仅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如果政策能够在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或许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既实现社会公平，又保持经济增长。总结来说，文章通过具体案例和数据，揭示了中国当下在财富积累和分配方面的复杂局面。从政策、社会心理、国际对比和未来发展等多个角度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社会公平，是每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对这一复杂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中国的富豪是指在中国大陆拥有大量财富的个人或家族。这些富豪通常活跃在房地产、科技、制造、金融等多个行业，财富来源多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企业家和富豪。最早的一批富豪多来自于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如恒大集团的许家印、碧桂园的杨国强家族以及万达集团的王健林。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行业逐渐崛起，催生了新的富豪，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以及字节跳动的张一鸣等。近年来，中国富豪的财富总量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福布斯年度全球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等财富排行榜，中国富豪的人数和总财富量均位居全球前列。不仅如此，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也在迅速增加，为富豪阶层的进一步壮大奠定了基础。富豪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例如，马云和马化腾都设立了慈善基金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资助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项目。此外，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加强对富豪阶层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富豪的财富不仅限于国内，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投资。许多富豪在欧美、东南亚等地投资房地产、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如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代表之一。尽管富豪们拥有巨额财富，但他们也面临许多挑战，例如市场波动、政策变化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等，都可能对其财富和地位产生影响。尤其是在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科技企业的监管，使得一些企业家和富豪的资产出现缩水。总体而言，中国的富豪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他们通过创业和投资积累了大量财富，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他们也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李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ul bowl.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and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hou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